Feel TV 大型选秀节目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总决赛在九展举行，节目播出以来成为网民的热烈讨论话题，经过连番个人表演和十强团队作赛，由现场评判和网上投票各占一半评分，争夺冠军宝座和100万的奖金。全民造星的冠军姜涛，我冇谂过要讲啲咩，多谢你哋，我要多谢人太多，多谢我阿爸阿妈先，首先多谢花姐，多谢所有，我谂唔起嘅单词，多谢所有 fans， 总之多谢所有支持我嘅人，我永远喺心中多谢你哋。最后被传系内定冠军嘅姜涛以大热夺冠，由头带到尾赢得造星传奇冠军宝座，佢就话要食汉堡包庆祝。亚军方面就是伊人陈卓贤，季军就是 Lockman 杨乐文。至于另一个大热肥仔，虽然拿到评判好高的分数，但是奈何网上投票就输了，只是得啃颈四，不过他表演完之后就赢尽掌声。我有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